好神秘二零一二神秘之系第四，我都讲唔知啊！哇，即系发啦咁紧要，有好多嘢未讲啊！咁但系首先要俾啲片大家睇啦。嗱，头先我哋讲咧嗰个 M 十九个游击队围攻嗰、那个艾斯高巴，唔系哥伦比亚嘅法院，哦、即系法官所在地，杀咗好多法官，而烧入边嗰嘢咧，其实有片嘅。咁呢个咧就系当其时嗰、那个即系情况啦。咁就即係已經係相當之，即係嗰啲好多特種部隊出曬，你見到直情嗰啲圍攻啊或者打仗咁樣啊。咁呢個大家自己可以揾嘅。咁跟住咧，我哋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咧，就係嗰個艾斯高巴佢哋喺鄉下嗰、那個葬禮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咁未講，即係一路講，一路揾呢個講啲即係揾呢個片或者大家睇嗰段片之前咧。其实就可以讲讲咧，究竟成件事啊，由美国去即系之所以出去引导之后咧，跟住同当其时嘅哥伦比亚嘅政府咧，系谈判定紧咩嘢？嗯，其实艾斯布巴好简单嘅。头先我哋讲嘅金句王咧，其中嘅金句就系咩咧？就系我生而为哥伦比亚人，嗯，我一定唔会死喺美国。我要死嘅话，我只会死喺哥伦比亚。嗯，咁正因为咁样咧，就导致到成个。即係嗰個毒品戰爭爆發嘅一個因素。嗱，記住啊，佢唔係唔肯坐監啊。嗱，佢一路都唔認自己係呢、這個即係販毒嘅。嗯。咁同埋另一樣嘢咧，佢喺呢個被拉之前咧，佢做一樣嘢，係就係佢參選咗哥倫比亞立法會。會。結果係當選。會。咁佢喺當選之前咧，當然已經係之後咧，即係入咗國會之後咧。被查出呢個販毒嘅情況係太串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即係跟住係被褫奪嗰個議員嘅資格啦，就咁所以先審得佢。咁、但係成件事咧就係佢唔係拒絕去坐監，但係佢係拒絕去被引導去美國受審。美國受審，咁呢個就導致咗咧，即係成個哥倫比亞喺度拗嘅一個咩事情咧？就係、是、究竟俾唔俾佢去美國？嗯，嚇，咁俾唔俾佢去美國咧？哥伦比亚入面嘅政府人员咧，都系有分歧嘅。嗯，吓、嗯，咁、那个分歧嘅原因其实好简单啦，就系、是、佢好似佢咁样咁狼嘅一个人，佢拒绝美国，而支持佢去美国嗰啲人咧，全部可以讲话咧，都不得好死。嗯，跟住系点样咧？唔系自己死咧，就点样咧？亲戚死。咁最大镬得嘅梗系啦，嗱，呢个就系睇到片入边咧，当佢死1993年十月死咗之后咧，就啲人咧走去。佢嗰个家乡嗰度拜祭佢好啦，睇完啦，头先即系嗰啲情况咧，听讲话到今日都系咁样啊。嗯，系。你见到啲好慈祥嘅，一路即系信仰天主教嘅朋友，全部咧都系即系觉得佢。头先如果你听到啲英文讲啦，就话觉得佢唔系一个罪犯。嗯。处决嘅系一个即系政治嘅牺牲品。嗯啊，咁我谂咧，即系呢个问题咧，我哋喺局外人睇咧，系应该清楚啲嘅。吓，呢个唔系一个即系政治嘅问题，当然有一个政治嘅元素一边，但系成件事咧，始终系一个呢、這个系一个贩毒投资嚟嘅。吓，咁头先你讲到咧，就系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咧，佢拗紧嘅就系我可以坐监，但系我要坐喺哥伦比亚度。咁你又唔好谂到佢咁英雄，因为点解咧？其实佢就度咗一样嘢，咁应该会讲。咁成个即系当其时嗰个1989年之后咧，就系即系出现咗好多哥伦比亚好血腥嘅案件。差人系每日都被人怼冧，法官都系都系。咁啊，报纸又唔使讲啦吓。咁连记者啊，即系记者已经谢晒噶啦。咁最讽刺一样嘢就系点样咧？阿小高巴就话咧。
即係如果我坐監嘅話，第一樣嘢會做咧就喺呢個監獄入邊咧，我修讀一個新聞學嘅課程。咁、人就同佢講一個即係笑話，就話咧佢研究下咧點解呢個做喺個人比較做記者係一個咁危險嘅事件嚟嘅嚇。呢個博士論文嚟㗎咯，真係係啊嚇。咁但係咧，佢去到即係話佢去到大概1989年嗰時候啦，咁已經受到好大壓力嘅，就係、好多時候咧。即係哥倫比亞政府係由於呢個美國壓力呢，就係、出到呢、這個特種部隊甚至軍隊呢，就走去圍攻佢。但係佢好多時候呢，佢因為呢佢自己懂得用錢，就係呢啲特種部隊或者呢啲圍剿佢嘅軍官入面呢，身邊所有嘅人呢，佢都原來有針喺度嘅。咁其中一樣嘢呢，令到嗰個圍剿佢嗰、即係阿頭呢係好驚嘅咩呢，就是原来佢竟然系揾到佢喺哥伦比亚受到波哥大，佢自己嘅老婆同埋佢女住嘅地方。哇，好惊喎，真系。咁另外一啲系咩咧？就系、因为当其时咧，即系我哋第三者讲过啦，就佢绑架咗好多人。因为拗紧我唔去美国，系绑架到咧，有啲人咧系直情系俾个人，即系话啲绑架嘅人知道咗个电话，打电话俾佢。净系讲话要将会绑架佢咧，就已经系投降噶啦。就唔使真系做呢样嘢啊。系，即系嗰阵时可以讲话咧，成个哥伦比亚就已经系风声鹤唳啦。几乎佢先系真正嘅领袖嚟嘅。可以实际上讲话，佢已经系成个国家最受人尊崇，唔系尊崇，系怕隻手遮天，最惊、最畏惧啊，最畏惧嘅即系个人嚟嘅。咁其实呢个好简单啦，即係如果我哋用我哋身边个类比呢，就似返大概係99年嘅澳门。咁但係当然澳门嘅呢啲嘅情况就唔会去到一个上升到一个国际层面啦。但係唔代表呢，即係当其时嘅当事人呢係冇尝试直接挑战到国家嘅领导人嘅代表。咁当然啦，即係嗰啲而家我哋好难去真係去讲啦，因为嗰啲都係道听途说。咁但係怀斯高巴呢就好肯定一样嘢，就係佢直情係视美国人如无物。实际上佢唔係针对緊哥伦比亚嘅政权，而係讲緊打美国政府㗎啦。美国我都唔驚你。係啦。咁我哋第一次去讲嘅时候呢，就係阿桑奇点解会走去厄瓜多尔嗰个领事馆呢，就全世界基本上冇人敢照佢。但厄瓜多尔点解有，但係南美嘅好多而家嘅左翼政权呢，都觉得美国人欠佢太多嘢。如果唔系呢个即係而家喺呢个即係有咁嘅条件去挑战美国政府嘅时候呢，佢哋都觉得佢哋有呢个荣幸去做呢样嘢。咁艾斯高巴就可能系其中一个识得利用呢种情绪嘅人嚟嘅。咁其实有少少好似而家即系中国同日本嘅关系咁样。呢个我就唔敢讲啦，因为我唔熟啦。咁但系即系南美洲嗰边咧，对美国嗰啲即系情意结啊，或者嗰啲唔好讲系情意结，因为有啲真系有啲实际嘅一啲剥削啊，剥削喺度。其实呢、這个如果你睇《百年孤寂》嗰类嘅小说，你会知嘅吓、啊。即系特别系咩咧？譬如话系嗰啲美国嘅。United Foods， 嗰啲糖果公司，佢唔系净系嗰啲收购嗰啲农产品嘅问题，系其实会牵涉到好多南美嘅政权嘅更迭喺入边，而且呢啲好多时啲政权咧，佢哋美国咧系亲呢个极右翼嘅政权啦吓。咁讲翻头先，即系艾斯高巴去到89年嗰度咧，就出现一个即系拒绝遣返同埋争取遣返嘅一个咁嘅拉锯战喺度。咁到尾系点咧？去到尾啦，个总统都借咗啦，即系投降嘅话，顶唔顺，因为个暴力个浪潮太犀利。咁就 offer 一个条件俾啦，嗱，我哋而家唔引渡你过去啦，咁就你坐监咁样。咁即系艾斯高巴嘅条件系咩咧？就是、原来咧，佢已经喺某一笪地方咧，就买咗笪地啊，买一笪地，我自己起个监仓啦，系起埋监仓，系啊，我自己请埋狱卒啦，唔系真嘅。啲守嗰个监系佢自己揀嘅，自首行为。同埋呢就点样呢，就係嗰啲拉佢嗰啲人呢係唔准接近个监速20公里以外。哇，呢个其实几好玩㗎呢个都真係。咁个监仓系点样呢，
而家有相影嘅，不過呢個相太細啦，我希望揾到張相出嚟啦。呢、這個監倉咧就類似我哋嗰啲六星級酒店嘅套房啲 suite 咁樣。係啦，呢、這個裏面有冇埋呢個高爾夫球場？有有直升機啊！有，實在太正啊！咁呢個邊係監房嚟嘅？你覺得係咪監房呢、這個？呢、這個梗唔係啦，呢、這個直係嗰啲總統套房嚟嘅。唔係，咁對佢嚟講呢一個名稱嚟嘅啫。即係佢唔會，但係佢都慘喎。呢個實際係軟禁。系呢、這个即系我哋讲英文嗰个 president， 我会觉得呢啲其实系闭关啫，又发生啫啊。咁佢呢个即系条件咧，就最后尾都系接受咗啦。咁同埋个错系点样咧？就系佢拉埋成班兄弟一齐去坐嘅，即系啲仔女啊，咁又可以有喺入边。成个 family 系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嘅度假村，系度假村，跟住入咗度假村，即系去呢个碧丽湖咩？唔好乱咁讲啊，呢个唔好讲啊。总之就系我哋嘅生活系冇改变过嘅，只不过系由呢一个嘅 A 嘅繁华地方去到 B 嘅较为偏远啲。佢临去入狱之前咧，其实佢都几舐气噶。因为虽然话咧，佢事先有好多 tips 啦，即系临去之前好多其实通晒水俾佢啦，但系有个别一两晚咧，佢都要着住底裤真系走噶。系啊，咁搞笑。系啊，同埋佢好嬲一样咩嘢咧？就佢其实好锡佢屋企人嘅，特别佢老婆啦，同埋佢有两个有个仔，有个仔一个女。咁佢最庆有一晚系咩咧？就系咧，佢老婆俾人截住。跟住咧就即系车咗去警署。咁咧就嗰、那个。即系警官就当然啦，即系其中一个比较系即系比较系嗰啲有少权威嘅警察嚟嘅，系咁就唔似其他啲惊佢啦。咁我老婆就问嗰个警官要攞杯奶饮，咁我警官唔肯俾佢。咁艾斯高巴就即系讲人，你做乜都得，就系因为你嗰晚你唔俾我老婆一杯奶，所以收尾个条友就俾人怼冧咗。喂。就呢啲好生活嘅好細節嚟嘅，但係咧佢就咁樣嘅，佢感到不受尊重，係啊，咁就感到不受尊重。咁但係咧，如果佢受尊重嗰啲人咧，佢又即係好 friend 嘅，好 friend 喎。即係舉一個例子，即係你敬我一尺，就我敬你一掌。就佢呢啲好傳統，即係喺呢方面好傳統，似我哋中國啲大江湖係啦，好係好江湖一個人物嚟。你俾面我就俾面你。咁所以咧，即係佢打仗嘅时候咧，佢好多僆即系都跟佢嘅，同埋佢自己死好多人。因为点解会佢自己都死好多人咧？其实佢就唔系净系单止受到美国同埋哥伦比亚政府嘅警下嗰啲毒贩都想抢佢地盘嘅。佢麦德林集团同埋科尼嗰个集团咧，系一齐对立嘅。所以好多时佢嘅料咧，佢特登咧喺科尼嗰边就放咗俾政府，就要对立佢。咁以我理解咧。即系 Collie 呢个好似 Collie 呢个到依家都未冧嘅，系咁同埋头先我哋讲过咧，即系暴力个问题咧，艾斯高巴啫，就系我哋讲一只好仪式化嘅暴力，即系怼冧你之后，仲要即系好，即系搞到你好痛苦啊，搞到你即系总之折磨你有咁耐就得咁耐啦。但 Collie 嗰只咧就唔系嗰只好功能性嘅，佢怼冧你，攞咗你地盘就算啦，就算啦，系啦，而且好理性嘅。咁所以呢个亦都怀疑点解即係收尾佢搞唔掂嘅一个原因。系树敌太多。咁嗱佢到呢、這个即係尾又点样呢，即係佢入咗去坐嗰个总统套房嗰度呢都坐唔掂啦。即係隔咗一年到呢就佢都走佬啦。咁、那个原因系点解呢，就係、是、虽然佢走入去坐监，但係美国政府要即係呢个哥伦比亚交人嘅压力呢就一路都喺度存在。咁呢个存在压力呢，就係佢开始有少驚，就话我虽然入咗嚟坐啫，或者我咁有势力，我买晒其他啲政客，但係会唔会突然间有一日即係笠咗我过美国呢？喂，但我有少少问题想问，佢名义上就话坐监，即係或者係自我放逐啫，咁佢之前嗰啲毒品生意边个经营？佢继续喺监狱入面经营。O K， 咁其实我第二个问题想问啦，其实嗱，我用阴谋论去推测，其实此消彼长噶嘛，又会唔会调翻转？其实美国系支持紧佢嘅敌对嘅呢一个毒贩嘅派系，去取而代之。我唔知阿何古呢排怼得曲多定咩啦，佢问啲问题好精劲。咁你问呢个问题，我就最尾嗰节我会答嘅。咁但系你忍耐少少，我答先。好，嗱，佢入咗去坐之后咧，其实好简单一样嘢，佢就继续喺监入边咧去指挥佢成个集团嘅运作。
即系实际上嗰个问题冇解，只不过系遥控啫。遥控以前就亲自喺前线，而家就打个电话。啊、可能佢仲安全少少，点解就冇错？咁就系、是、即系你知道咁唔掂噶嘛，系嘛？咁但系咧，去到即系大概系九二年到咧，就佢收到个消息啦，即系政府可能喐佢。嗯，其一除咗可能性就真系掟佢美国，第二个可能性咧就系咩咧？就跟住咧，佢可能系受到更加严密嘅监视，令佢做唔到生意。系咁，于是乎咧，佢就即系马生一横啦。马生一横，佢就喺呢个事先之前咧，就俾人通过水。即系知道会将会发生呢事，所以佢好松容地喺呢个监狱入边走咗出嚟。嗯，咁至少你咁强调系松容地咧，佢松容地嘅原因就系因为咧，即系佢嗰个部署系好充分嘅时间，知道粒即系跟住之后做咩嘢、嗯。而且佢应该唔系一个人走咁简单啦，系成个 family 咁样扶老携幼咁样，即系出埃及记嗰类咁样。呢个比喻好好他条咁样嚟走，好他条咁样。咁嗱，呢个即系到尾发生呢件事件，其实即系维持就唔系好耐，因为佢系九三年十月之内，一年之内。咁当其实发生咩咧？就系咧，美国系抌晒钱出嚟，即系可能先，即系中央情报局啊 ，DEA 系咩咧？就系 Drug Enforcement Agency。上一集我哋讲过啦，当然有冇解释个名嘅，就专门扫毒嘅。咁咧就佢喺美国嘅美国加哥伦比亚嘅特种部队围剿之下咧，就一路窃听到佢电话。系。咁啊，窃听到电话都唔紧要啦，因为佢自己都好小心嘅。但系窃听电话之余咧，就系、是、开始用一种新嘅一种技术啊，呢种新嘅技术都唔系叫影音身啊，但系当其时嚟讲就开始慢慢成熟啦，就叫 triangulation。咁如果你大家有睇蝙蝠侠第一集、第二集好似啊，我都系即系捉嗰个人，系啦，捉阿小丑嘅时候嘛，即系最后尾佢问嗰句问啦。Morgan Freeman 就係你可唔可以幫我做一個 triangulation 啊嘛？就係如果做到嘅話，就係可以捉知道喺邊度。咁 triangulation 嘅意思好簡單，就話你喺兩個方位度，你射一條線出嚟，即係射兩條線出嚟。佢交搭嘅地方咧，佢喺呢個三角形入邊咧，嗰、那個即係要追查嗰人個位置就應該喺 locate 到，喺可以 locate 到。咁呢個就基本上個 triangulation 意思，就當其時美國就靠呢個方式咧，就知道佢打緊電話喺邊度。咁佢死亦都係死喺邊度咧？就係、是。其实就系死喺佢自己嘅家人嗰度，就因为佢一路打紧电话就同佢屋企人倾偈，佢冇其他嘢，即系担心佢唯一一样嘢就系、是、最想就系一路知道屋企人系点样，咁结果就因为成个消息透露咗咧，佢走到最尾咧之后咧就打死咗，就俾呢一班人咁、但系打死咗到依家仲有一个原案系咩咧？第一样嘢，嗰、那个系咪佢嚟嘅？系啦。咁到呢个问题咧，系前几年咧就要开棺验佢个 DNA。咁发觉即系到苏花到依家都系话佢嚟啦。咁第二个疑案就系咩咧？佢系自杀定系他杀？因为佢讲嘅说话就系佢唔会被杀，同埋咧佢讲嘅如果佢俾人追到尾嘅时候，佢会点死法？就系佢耳仔嗰度打中枪。咁而家就系耳仔中枪啦。系，即系当然佢中咗好多枪啊，但系致命嗰枪，致命嗰枪就喺耳仔嗰度。咁所以。即系佢到尾一样嘢咧，就系我唔好理呢啲嘢真好。到尾咧，佢仍然好着重一样嘢，就系佢要保持一个喺哥伦比亚人民入边嘅一种英雄嘅形象。即系讲到尾，其实佢系 Robin Hood 嚟嘅。系吓，咁呢个就证明咧，佢喺政治上咧，其实佢有少少野心。系，因为点解咧？佢其中有讲啊，金句王嗰句讲咩？佢话佢有朝一日咧要做呢个哥伦比亚嘅总统。其实佢有机会。这个我唔敢讲啊，我唔熟哥伦比亚嗰边啲政情，即系我咧，如果佢能够可以，如果咁样都可以选到议员嘅，其实随时可以再但系何故讲样嘢又唔系咁天方夜谭？因为点解咧？就嗱，呢个我哋讲，我强调我唔熟哥伦比亚嗰边啲政治啊。但系听讲话咧，哥伦比亚历任嘅总统咧都系同毒贩有关嘅。咁嗱，你知唔知？最近咧，今日嗰个日本嗰个部长咧，佢卅年前同个黑社会嗰个做媒人。系啊，佢话我唔知噶，其实我唔识呢一个嘅细路仔。咁但系咧，嗰啲好笑地方就得，原来咧，原来哥伦比亚你做总统咧，基本上你唔可能即系同啲毒贩。嗱，其实用个最唔想用嘅比喻就系香港回归之后嘅嗰啲嘅特首。都同地产行业系有千丝万缕嘅关系噶啦，系啊，咁但系嗰个系所谓正统生意啊嘛，咁就系去到话，喂，基本上你成，但系喺呢头先你都讲啦，哥伦比亚嘅呢啲咁嘅生意系真系最真正帮到佢嘅经济繁荣啊嘛，咁但系呢度提一提咧，就系咧，哥伦比亚种咩嘅咧？哥伦比亚种呢、這个香蕉，香蕉系咪？系咪香蕉？我唔记得咗，香蕉都多啊，
咖啡豆系嘛？咖啡豆都有。南美都好多地方都系咖啡噶啦。同埋咧，哥伦比亚应该系唯一笪地方系种咩咧？系可以同时种到呢个可可叶，鸦片系同埋大麻。喂，福地嚟，可以同时三样都种到。就听讲当地咩福地，同埋听讲当地嘅地方风景几靓。系咁，但系咧，唔好有个误解，就系全世界唯一种呢个可可叶嘅地方系哥伦比亚，其实就唔系。咁亚洲区原来都有嘅，亚洲区就是印尼嘅爪哇。哦，听讲话咧，全世界最靓，即系最曲倾最好嗰只咧，即系嗰个成分啊，原来就唔喺哥伦比亚，喺印尼嘅。但系印尼而家仲种到咩？我唔知啊，咁我就所以我唔知咯，就系讲话吓。咁我哋如果爪哇啲，其实你上网都可以查到嘅，即系而家仲有冇种？因为点解咧？就算鸦片同埋可可呢啲，佢应该有啲系正当嘅，即系政府认可嘅种嘅地方，系做呢个医药嘅用途嘅。喂，嗰啲爪哇印尼啲咖啡咁好饮，系加咗料啊！你系担心？唔知啊，呢个真系啊。咁讲话头先咧，即系阿朱高巴死咗之后，咁就当然有少余波啦。咁但系成个古仔其实就好简单，即系譬如话呢啲写呢啲咁嘅书咧，啊，你睇落好精彩。啲八卦嘢嚟嘅咋？唔系，佢一个好大嘅缺陷。就系咧，佢回答唔到头先阿何顾问嗰个问题，就系、是、究竟佢成件事本身有冇牵涉即系美国嘅政治喺入边？头先你问嗰个问题系咩啊？系啊，就系佢嘅敌对啊，另外一个嘅毒贩集团啊，系咪取而代之啊？唔系，即系头先你问嗰样嘢就系美国嘅政府或者哥伦比亚政府有冇帮佢敌对嘅集团？系，咁呢个有嘅，呢个有嘅，即系。帮你怼冧佢，咁跟住怼冧你咁。但最重要一样嘢唔系呢样嘢，最重要成个疑问咧就系咧，点解喺九十年代咧，突然间成个好似成个美国好似冇网管咁，啲毒品咧系话嚟一嚟，数极都唔完嘅。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咧，究竟当其时嘅艾斯高巴，以至到麦德林集团，佢点解会可以除因为有钱？即系除咗因为有钱之外，点解嗰个武力，甚至到出现有个所谓私人军队呢个情况？因为佢已经系上升到咧成个一个即系军队嘅规格噶啦。请人有人啊，请买枪有枪。咁你落得呢个其实唔系咁简单嘅，因为点解咧？你买枪，大家知道咧，呢个世界咧其实只有几个地方系做到嗰啲嘢出嚟嘅。即系举个例啦 ，AK 四七就已经翻版得好犀利啦。但有另外啲枪唔系噶嘛，譬如举个例啦，譬如以色列嘅 Uzi， 即系大家如果玩枪都知咧，即系最其中系最出名嗰啲即系机关枪。咁你 AK 四七嗰啲唔够料噶啦，就系而家要买啲机关枪啊，嗰啲即系手榴弹嗰啲，点嚟嘅咧咁样？咁近年咧就爆咗一单嘢出嚟咧，就觉得即系可以总结成件事。咁呢个人系咩人咧？咁就其实呢个人咧。就一个以色列嘅特工啊，军火商。咁呢个军火商咧就其实就有做埋嗰啲咩嘅咧，就系、是、训练呢啲就系呢一个啊，系啦，训练个样行刑队伍嘅。咁你睇到个样，其实都知道佢都唔系善女啊，唔系即系有样型嘅，其实啲人吓。咁呢个咧就系嗰位仁兄啦，嗱佢未死噶。咁呢个就系佢喺呢个非洲塞拉利昂监狱嗰阵时候坐紧监嘅样。咁佢咧就揾布斯韦利斯去做佢吓。旧年咧就佢前年咧就喺俄罗斯被捕嘅，就牵涉到哥伦比亚嘅军火嘅交易。咁咧，但系咧。就基于一啲好特殊嘅情况咧，就唔知点解俄罗斯咧就喺年龄之前咧，就透过同以色列一个交换囚犯嘅过程，就换佢翻去以色列。系，咁咧佢翻去以色列之后咧，以色列就豁免咗佢嘅检控。会吓，咁佢嘅背景就好简单啫。佢背景咧就佢可能系同呢个以色列嘅特务机关系有关嘅。系，咁佢做过啲咩咧？原来佢大概喺1989年嘅时候咧，佢就供应俾艾斯高巴一啲武器。咁啲武器就包括头先我哋讲嗰啲啦，即系 Uzi 嗰啲，即系最当其时其中一个最强力，同埋包括呢个军火。系吓，咁嗰个做法点样咧？就是、一个地方咧，就叫安提瓜，就
运到去美国。咁安提瓜其实好简单，就喺呢个加勒比海个岛国嚟嘅，即系我谂细过香港噶啦。咁就当地咧，嗰、那个佢卖即系转运嗰、那个嗰、那个武器咧，就原来 suppose 系当地嘅政，即系呢个警察用嘅。嗯，咁但系咧就辗转落咗去阿斯高巴手上，直情交换啊，喺嗰度运咗过去，即系话当地嘅警方买嗰啲军火，但系实际上跟住运咗去麦德兰集团，即系阿斯高巴嘅集团嗰度。嗯，咁你就会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咧，安提瓜嘅地方咧，我无论你治安点恶劣到，不过需要咁劲嘅军火啊，嗰扎嘢咧真系即系全全系嗰啲打仗用嗰啲嚟嘅，咁咧就基本上呢个军火交，因为安提瓜我谂都系即系比较近英国啲啦。咁你收尾点解爆出嚟咧？就系、是、因为当地嘅呢啲警，即系呢啲政府咧，就报咗俾英国嗰边听。咁呢单就系英国嗰边爆出嚟嘅。咁咧就佢呢、這个查到之后咧，唔知点解美国方面咧就冇乜点喐手。系同埋咧，似乎呢单嘢咧，美国嘅 CIA 喺入边咧有 back up 嘅。因为咧，你知道啦，即系以色列固然系卖好多军火出去啦，但系咧，其实咧，以色列卖唔卖啲军火咧，佢最后尾可能都要问一问美国。嗱，咁呢啲系个别情况啊，即系譬如卖军火俾中国嗰啲，我就知道应该就美国佬就唔老嚟。咁但系如果你话讲到一个正在同美国作战紧嘅集团，系啦。而以色列夠姜同佢賣軍火俾佢咧，仲要係咁重殺傷力嘅武器。咁我諗咧，就是後邊件事咧，就值得去諗一諗啊！咁你可以有簡單咧，你可以有假設咧，就係咧，會唔會實際上咧，就係呢個美國嘅部分嘅一啲人咧，根本係後邊支持緊艾斯高巴嚇，但係同時佢呢一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是、美國需要個假想敵，係啦，唔係假想敵，因為點解咧？其实呢个系冷战遗留落嚟问题，即系我讲成个即系毒品嘅事件咧、你唔可以忽略一个背景，就系、是、冷战嘅背景，就系、是、因为要对抗全球嘅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嘅左翼集团咧，美国系唔够钱做呢样嘢，所以唔够钱嘅先唔系个国家唔够钱啊，而系拨俾国会拨俾政府个 budget 唔够钱做呢样嘢，因为大家知道嗰个即系审批程序好简单就系、是。即系你大数要报俾国会，即系睇你用嚟做咩噶嘛。系咁去到即系呢个尼克逊落台之后，其实已经系即系出咗即系好几条好辣嘅例啦，就系话咧，你唔可以暗杀其他国家元首，或者你唔可以颠覆其他国家嘅政权。咁唔可以颠覆其他国家嘅政权，包括咩？啲左翼嘅政权。咁呢个就牵涉一个问题，如果佢唔俾你做，你系冇咁嘅机会攞 budget。系正因为你冇机会攞 budget 咧，所以就透过咩咧，就谂条新桥出嚟。就卖白粉换钱买军火，咁呢个就系所谓嗰阵时 Iran Contra 嗰个成个背景嚟嘅。仲要唔系自己去买军火，系俾一啲外地嘅盟友去买军火。系啦，咁卖毒粉最食得最多白粉，最食得毒品嘅就系美国人自己。系啦，即系有七伤拳嚟嘅，系啦，佢自残身体先，跟住再去打呢班左翼嘅人。嗱，去到呢度咧就翻我哋上一集墨西哥讲嘅问题啦。就係、是、咧美國嘅 DEA 佢其中一個退咗休嘅官員，佢就講，佢係每當佢查到一啲案，查到去最基本、最深入嘅時候咧，就好阻力噶啦。往往咧就係俾呢個 CIA 即係擋住咗。係咁，而家成個如果你單從呢個去睇咧，你就開始有個疑問咯。就係、是、當其時嘅美國總統。George Bush 唔系而家呢个啊，即系佢老豆，实牙实齿到摆咁多钱落去，但系可能喺另外一个美国嘅另外一啲政府机关入边咧，呢啲人系开放咗美国成个大门出嚟，唔系俾你运到。我仲更加恐怖嘅阴谋论，其实佢只不过就系佢刻意造就咗一个叫艾斯高巴嘅敌人喺度。呢、一个咧，其实可能咧唔系真正输入最多毒品入美国嘅一个嘅毒贩、可能要调翻转系佢嘅敌对派系、只不过咧。大家个焦点喺咗呢一度，因为台长话斋佢太夸张嘛，有金句王啊嘛、全球都净系识呢个艾斯高巴，咁、其咁呢个系事实嚟噶，你叫我而家讲翻嗰啲其他咩集团嗰啲咩，我都不明所以。但系如果你假设成个美国咁冇网管情况之下可以入个毒品嘅，我唔信仲系由佢输入去美国。唔系佢输入美国呢个我哋几肯定嘅，但系问题就系、我哋第一次已经讲嘛。而
点解美国嘅可刊嘅市场或者其他毒品系数极都仲有嘛？嗯，因为如果根据嗰个而家即系出嚟嗰啲统计咧，就系、是、应该嗰人比较冇毒，即系冇可刊噶啦，已经扫晒噶嘛。譬如你落农药又扫，你边日截朵或者你冚，山菜未火烧晒所有树林嘅啫。咁但系一路到90年代嗰、那个，即系由80年代兴起，譬如再将我哋即系又揸飞机入去，去90年代就，你美国唔系唔抌钱噶，哇！你见到做好多嘢嘅。但系你只系见一样嘢，就系美国嘅毒品问题咧，不断恶化，系不断恶化，系而呢个恶化咧，唔系去到即系呢一日，系直情去到而家今年2012都未解决，嗯哼，咁已经死咗好耐噶啦，系咯，吓点解会咁样咧？咁基本上我谂到依家系冇答案嘅，嗯，咁但系我只系提供一啲牵涉俾大家啦，即系话喺我哋睇咁耐，咁我哋有少少估计咁样。嗱，其一系点样咧？我哋上一集咧就讲过一个，即系嗰个。即系俾江湖追杀令杀咗个，你讲江湖奸杀令，奸杀令嗰个啦。咁点解话收尾咧？佢即系睇翻咧，即系时隔咁耐，点解佢会即系有一个咁嘅遭遇咧？而家有个怀疑点样咧？就系、是、原来佢踩咗个线咧，就系、是、CIA 嗰条线。嗯，吓，即系去到尾，原来佢行到最，如果行埋嗰步就睇到，原来成件事有 CIA。嗯，即系有 CIA 嘅参与。咁嗱，呢个一个禁区，呢个咧就系纯粹推测，系因为冇实际证据嚟嘅。咁、嗯、但系佢嗰个即系案件咧，我谂到依家都有啲悬有啲悬念或者有啲疑点。嗯哼，就系、是、我哋提到收尾佢要追，而佢对到嗰、那个即系、就是、遇到嗰个对手咧，系佢而家未死嘅。系嗯有啲人怀疑其实佢系 CIA 嘅卧底，唔系卧底，系一啲所谓 asset， 系即系啲俾钱买翻翻嚟嘅，嗯嘅咩？咁所以于是乎就有头先我讲个推测就话，喂，佢如果行前一步，会唔会佢睇到一啲令到美国政府好尴尬嘢出嚟？嗯啊，咁点解我有咁嘅讲法咧？就系、是、记唔记得上一次我讲咧，就话咧佢临死嗰三个钟头咧，嗯。是有医生在场去睇住佢被酷刑折磨。是。而呢个医生嘅即係呢种咁嘅打针俾佢去保持佢清醒而令到佢受到最大痛苦呢个呢，嗯。睇落去似乎就係 CIA 提供嘅一啲或者美国军方提供嘅一啲专业酷刑嘅技术嚟嘅。是。你唔好以为普通人做到呢啲嘢。是。因为好多系攞唔到个尺寸，嗯，即系好快可能，系啦，即系搞到你过量咗，即刻就会暴毙啦。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我做出咁嘅推测嘅原因。所以我即系上一集我会讲系一个好 professional 嘅，所以酷刑。但系我呢都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睇，证明即系一啲咁样嘅毒枭，佢已经富可敌国。佢哋如果假设有啲人系有呢方面嘅嗜好，佢可以揾到专业人士过嚟去施予酷刑。呢、个我又未必同意阿何古讲，因为咧，其实你请啲人咧，唔系纯粹钱嘅问题，有所謂 contact 嘅問題，你有啲嘢係你要揾嗰啲人咧，係所即係好快就會 check 到你係點揾到翻嚟。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做槍咁樣，或者做軍火，特別係做炸藥，係好容易 trace 到嘅，因為你全世界做嗰扎嘢嘅人，落去嗰班人，所以話佢做酷刑嗰啲咧，我估計如果喺西方陣營嚟講，基本上不出。即系当其时喺即系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出嚟嗰扎心理学家，嗯，即系喺加拿大有啦，即系我哋知道喺加拿大其实有一个著名嘅就系专做呢啲嘢嘅，咁嗰扎呢啲酷刑嗰啲其实喺嗰啲地方出嚟嘅，所以我怀疑嗰个就系、是、当然何故讲我未敢完全否定，但系我怀疑一样嘢就系嗰啲酷刑嘅技术提供者咧，嗯，应该系同 CIA 有关嘅，嗯嗯，咁呢个第一样嘢、嗯，第二样嘢就上一次我都冇解答啦，就系嗰个圣殿骑士团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喺 CIA 入边咧系好多共济会嘅成员喺度嘅，咁呢啲咧就好多时系中意标榜一啲圣殿骑士团。你有冇具体嘅证据先啊，台长？咁啊，你要我揾具体嘅证据咧，就即系好可能我未揾之前咧，已经系收咗声。不过我哋可以用个间接嘅证据，就系大家知道共济会喺美国嘅呢一个政府里面都系。但系讲紧嗰啲应该系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嗰啲啦，好多时都系嗰啲譬如大学嘅一啲 fraternity 出嚟嘅，咁所以咧，即系嗰个提出嚟嗰、那个点解突然间改咗个名就系圣殿骑士咧？咁我都有少少打突就系、是，即系呢啲有少少嗰啲 CIA 嘅遗风咁、所以呢啲咧，即系何故系差人都啱嘅，
我哋真係揾唔到一啲好實際嘅證據。如果揾到嘅，當然我哋唔係坐喺度啦，即係已經係即係出咗書嚇。我嘅可能係，可能唔使唔使，你見到啲專家㗎啦。我哋喺五星期嘅庇蔭之下，我哋係可以有自由講呢啲嘢嘅。可能你仲要知道個專家，你問佢，你咪犀嘅專家。咁所以成個即係艾斯高巴嘅問題咧，我始終覺得到今日咧。我哋唔系有一个好全面嘅一个咁嘅报道吓，譬如讲紧啊，你呢位即系呢个特工买军火俾阿斯高巴咧，呢本书系完全冇写嘅，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缺失啦。特别系阿斯高巴佢同 CIA 或者美国政府嗰个可能出现嘅关系系咩咧？系咪好似咁单方面就话美国政府一路要怼冧佢咧？咁但系你又唔好有个好即系一个好容易出现嘅误解。我唔系讲紧话 CIA 去做呢样嘢，去支持呢样嘢，或者我唔系甚至唔系讲，即系有啲记者好似上个礼拜我引述嗰个 Gary Wack 咁话 CIA 知道咁样，但系唔代表成个 CIA 嘅人咧系支持做呢样嘢。系，因为实际上 CIA 即系。混咗，唔系嗰个组成嘅部分咧，佢亦都有一啲极右派人，但有啲都唔系咁极右嘅人噶嘛。咁往往就系咧呢啲极右派嘅人咧，特别喺呢个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咧，佢系主持咗成个 CIA 嘅局面，但未必系所有期间都系，但系最重要一样嘢，我哋成日坚持去讲嘅就系、是，即使呢班人佢唔喺 CIA 掌权，或者佢唔喺政府掌权入，唔喺个政府入边掌权咧。佢都成日保持一个团体嘅运作，去尝试去影响啲政策，尝试去影响个政府，甚至有多时喺未政府冇授权之下，去做一啲佢哋自己想做嘅嘢。咁换言之，其实就美国系一个有国中之国嘅呢个咁嘅情况。咁我唔系讲一样嘢就话，喂 CIA 先乜乜 CIA 乜，因为你到近年咧，其实已经出现一个情况就系、是。去到 George W. Bush 已經唔信 CIA 噶啦，已經拆散咗佢哋，因為出現咗另外一個國土安全局喺度。但係唔代表咗以前呢個 CIA 呢類咁嘅極右派建制咧，喺個政壇上面消失。我甚至可以咁講，到2012到今年咧，呢啲其實運作緊嘅呢啲人嘅力量咧仍然喺度嘅。咁呢啲人嘅力量即係顯現喺咩嘢地方咧？就舉個例啦，譬如前一排喺埃及，即係所謂出現嗰個阿拉伯之春咧。咁咪即係美國咪奧巴馬總統。大家記住，奧巴馬係民主黨嘅，佢派咗個特使去啦。嗰、那個就叫做 Frank Wisner。咁就係咩人嚟呢？原來呢個咧就係中央情報局第一代嘅，即、就、係、是、發展呢啲所謂 Black Operation 嘅特工嘅仔嚟嘅。咁就係成件事，可能中東都係佢哋搞出嚟噶啦。唔係佢哋搞，而係話你到尾，一有大鑊嘢嘅時候，你不能不揾翻呢班人。係。因为佢就掌握晒嗰啲信息，掌握晒啲关系网，而且佢哋咩系延续噶，即系唔系话你做完之后你个仔女就原来佢嘅仔女都做呢啲嘢，影子政府咁样咯。系啦，咁我呢个就系翻嚟讲就话，喂，成个毒品嘅问题可能唔系一个社会嘅现象嚟，系可能系一个影子政府衍生出嚟嘅政治现象，个地下秩序，地下秩序嚟嘅，系咁你所以有阵时呢啲嘢咧，即系。用多少想象力嘅时候咧，就睇个问题嘅角度咧，就完全唔同晒咯。所以就系 new order 嚟噶啦。系啊，系啊。好啦，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就要走去火锅啦。好，饮完可乐就要火锅啦。好，系我哋下礼拜再见，拜拜。拜拜。梁锦祥工作室喺呢一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嘅年代，我哋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哋相信内容有价，而你哋嘅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哋喺 YouTube 频道上面嘅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同埋揿钟仔啊！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